诸位居士大德，祝愿大家具备正知正见，福慧双修，阿弥陀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人生为什么会不如意呢？因为我们有烦恼，烦恼应该是人世间必须面对的功课。所以在菩萨的誓弘誓愿里面提到，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解脱的话，必须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能够正观它的祸患，了解缘起空性，并且透过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活在这个清净无为空性当中。今天我们要来谈所谓的烦恼无尽誓愿断。那到底人有多少种烦恼呢？那我们也常听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加以对治，但那不过是一个数量。从根本的烦恼大概就是分为这个贪嗔痴慢疑。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的进度里面就要大家一起来了解烦恼，面对烦恼，处理烦恼，所以能够放下烦恼。烦恼贪嗔痴不善之根本，痴如醉如迷，嗔重贪过深。再说到极地中的烦恼，这是内心的不良因素、坏分子，无论是知识的、感情的、意志的，凡是不正确、不恰当的，使我们因此而烦动扰乱，引申不安定、不和谐、不自在，由此烦恼造作种种业，更引起未来的苦迫，这都叫做烦恼。烦恼是非常复杂的，在烦恼中，贪嗔痴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所以叫做善不善根。根本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切烦恼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贪类，二嗔类，三痴类。一切烦恼无非是三烦恼的支派流类，如爱、染、求、着、牵、缠、交、调举等是贪类，愤、恨、恼、嫉等是嗔类，见、疑、不信、昏沉、妄念、不正知等是痴类。众生都是有烦恼的，但各有偏重，一向惯习于多起某类烦恼，就会造成不同的个性，如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如三类没有偏重的，就称为等分心人。更详细的有人情凡十九倍的分类。在我们刚刚的导读中可以发现，在心理学里面，也就是佛教的唯识当中，在探究人的情绪变化千百种。那佛教从佛陀住世世间讲经说法49年，其实他也就是在解决众生的烦恼。除了一部佛无问智说的阿弥陀经之外，大部分都是佛与弟子的对话，或者外道，或者居士，他们内心有疑惑，有盲点，所以借着情义佛法，大部分佛陀所讲的法，他们都能够心开意解，坐理而去。
可见于佛陀的智慧金玉良言可以启迪人心，教化社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安定的力量，为未来可能犯罪筑起的一个防御的功能。因此我们刚刚在导读的这个烦恼，就是我们今天来解析，既然我们常常在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忏悔就是一种改革的力量，有面对自己错误的勇气，所谓的知耻近乎勇。那么我们在这个章节里面，既然在谈苦，苦就是烦恼的总集，因此在刚刚的贪嗔痴的介绍，那我们也可以借着印顺导师的字里行间来理解啊，我们所谓的贪，它大概可以分为几类。那么在第一个贪的当中呢，我们可以来看如爱。我们经常说无名以为父，贪爱以为母，爱就像灰蛾扑火一样，明明知道它是危险的，它是致命的吸引力，可是还是有许多众生如灰蛾扑火一般陷入了这样的迷惘。那我们以前在谈第二章秋景空聚落的时候，也读到了一则譬喻，说有一个人呢，从这个枯井不慎掉落，有黑白的这个蛇四大的蛇来啃噬，然后下面呢还有毒禽猛兽虎视眈眈，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攀爬的这个藤呢，上面居然掉了几滴的蜜，那蜜的甜度愉悦，让这个深陷千钧一发之际的人居然忘了危险。这个蜜就代表什么？世间的欲望，你对欲望的系缚越深，那你要抽离解脱越难。所以爱在人世间是情感，但是从解脱道来看，爱它也可能是一个束缚。所以经常我们讲说，爱的进化是慈悲，爱的升华是智慧。佛陀叫我们要慈爱众生，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天底下的长辈视同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恭敬，对于平辈犹如兄弟姐妹一般的友爱，对于后生晚辈我们能够不念指教提携栽培。所以这样的爱的格局才是所谓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再来看出家众，在他从在家的身份走向僧团的世界，更正是所谓的割爱慈亲。试想一对父母，有的子女来到这个世间，渴望他能够平安长大，生儿育女，承欢膝下，好让自己未来可以享天伦之乐，含饴弄孙。但是这个孩子一旦坚决的出家修道，
那他们的这个希望啊就落空了。但是从佛法的角度，能够把孩子送到佛门里面，这是一种菩萨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大爱。为什么？因为送子出家不在于图未来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而是愿意把自己十月怀胎三年如哺，骨中骨肉中肉血中血，奉献给众生，奉献给佛教。这个爱是表达了父母的这种英明格局，所谓的只愿佛法做慈航。那么借着母亲节啊即将到来，也希望所有普天下的父母亲，除了平安健康之外，也常常能够把刚刚所提到的爱的进化是慈悲，爱的升华是智慧，献给普天下的妈妈们，愿他们母亲节快乐。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在爱当中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染，染就是染着，有一些外在的客观因素、主观条件，让我们的心会染着其中，也就是我们讲的非分之想。对人是如此，对事情也是如此。比方说放在这个桌上的东西闪闪花亮，不管是黄金钞票或者美丽的事物，我们的六根对六尘就开始起了染着。这个东西如果是我的多好，如果我可以成为它的主人多好。你看我们的心随着六根六尘产生六识的贪染，从此我们的心呢就被系缚了。所以这个染着不竟然是我们身跟口的实际运作，包括我国我们有这个念头，我们不能时时的内观觉察，断了自己的非分之想，那这个染着贪婪，它就成为我们生生世世轮回的种子。那么我们闽南语说细汉偷斑驳，大汉偷看骨，可见于小时候如果我们的贪婪之心没有得到劝诫，得到教导，那以后我们的染着就会越来越大，从偷从骗到抢，这个关系都是从我们的染开始。那我们介绍的贪跟染之后呢，再来谈求。求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求不得苦。我们为什么会求？就是一种渴望，渴望得到，渴望被关注。在这个求当中，就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内在的需求，所以我们会苦。华人说强摘的瓜不甜，强取的妻不贤。为什么你要强求呢？佛教讲因缘，只是说瓜熟蒂落，都要条件因缘具足，这个瓜熟了，前面那个蒂头脱落了，代表这个才是饱满成熟，
这棵植物啊才可以吃。反过来看，假如一个人内心当中他不贪不求，真是人道无求品自高。出家人为什么要三依一钵？就是减少我们外在的需求，可以安然，可以自在，可以满足，够的就好，不要过多的积蓄。就算有信徒有法师供养，如果我们够的，就把这个福分转赠或者转供养给别人。还记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吗？当观世音菩萨接受的宝珠的供养，一份供养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养多宝佛塔。那在这个地方，除了让对方的功德得因为供佛而辗转增盛之外，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内心，他很自在，本自具足。所以你想一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所求不满？透过现代网络的普及，购物的方便，乃至于现在所谓的淘宝网、虾皮等等的这些媒介载体，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多。虽然不敢说失一得一，失十得十，但是在这样堆叠的欲望里面，物质享受越多，我们内在越空虚，越寂寞，就是形成的恶性循环。我们来看现在的下一代，拥有的手机、网络、平板这些高科技的产物，让孩子在短暂时间会专注，因为只有专注，他们不会哭闹，父母亲也可以省事。但是如果今天停电的，没有网络讯息，你看这个孩子会不会很焦躁不安，会哭闹？所以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作为父母的要能够及时的引领教导，不要在孩子的所求不满当中一味的溺爱骄纵。现在的父母真的难为。最近我也看了一则视频啊，他在讲说两夫妻跟一个妈妈坐在一起用餐。那做先生呢，就把这个鱼肉夹给媳妇吃。媳妇就跟儿子讲，你也应该夹鱼肉给妈妈。这个儿子说，啊，妈妈不喜欢吃鱼肉啦，妈妈只喜欢吃鱼头鱼尾。妈妈就默然点点头。媳妇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声音就像她自己身为父母啊，才知父母恩啊，知道父母的难为。所以他就跟他的先生讲，我也成为别人的妈妈，我知道妈妈的心情，对子女的照顾呵护，总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吃得好吃得饱，那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曾几何时，你曾听过妈妈内心的真实世界吗？
你把善意的谎言当作是真实的吗？谁生下来喜欢吃这些既难啃又没有营养的鱼头鱼尾呢？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也是有类似的说法，但是我不会认为那是妈妈爱吃，是因为她疼惜我们。所以刚刚我们在讲物质丰饶的现代，福报深厚的今天，我们物质享受提升的，但是我们内在待人处事，对外在的领悟观察，是不是也提升了呢？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父母总是告诉我们，穷不可怕，穷的有骨气，力争上游，这个穷也就是激励我们的争上缘。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这一辈子失一得一，失时得时，那你不会去努力工作，你的创造力想象力也被这些福报给局限了。几年前也看了一则新闻，说现在的孩子到了大学不会煎荷包蛋，到了小六连鞋带都不会绑，为什么？因为家里面都有佣人。所以从刚刚的举例来看，我们内心要求什么不求什么，应该要有自己的一把尺。那么这是在当中提到啊，跟我们生命的反省。第四个是着，着就是执着。我们常常听到对话说，哎，你这个人很执着，就是坚持己见。对于很多事情都认为自己对，从某个角度就是被戏服了，不知道被绑了，不知道。我们来看鱼儿被捕捉上岸，如果他没有贪求鱼钩上的诱饵，总会有今日的这个灾劫呢？所以我们从人道无求品次高，再从对于执着这个功课的反思，慢慢的佛法的引领当中，我们会明白原来《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要在无住之处当中明白缘起空性的道理。那么着的下一个功课叫做谦啊，我们讲说谦贪，谦贪也就是小气鬼、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啊，这个啊解释，在这个第三章五乘供法里面，我们曾经谈到这个
在观念方面，大家应该要修习正见，在行为方面要修正面。正见是正确的见解，正确的人生观，而正面呢，则是经济上的合法受用，不但是国家所允许的，而且个人不可以有背负因果的职业，比方说杀盗淫妄啊，这个八大行业等等。另外，在消费的态度方面，既懂得开源，也要知道节流。所谓节流，就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该花的不花，这个就是浅贪、小气、铁公鸡。当省的不省，这个变成打肿脸充胖子，浪费奢侈的一种行为。所以悭贪的意思就是，对于富而好礼，你却一毛不拔。在佛门里面常常讲说随喜功德，看到别人布施，哪怕于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我们也可以赞叹，可以心生欢喜。假如我们做得到，或者对你来讲只不过九牛一毛，然而你去把一毛而立天下也不为，这个叫做悭贪。悭就是我们心中的不舍，所以布施舍悭贪，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无称功法里面提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助别人，为成佛道先结人缘。因为唯有你自己在习舍当中，其实成就了我们过去生的习性，一毛不拔的习性。悭贪要从我们开始愿意松动，愿意去分享，不管是财布施、法布施，这个都是让自己原本具足的，不但不会失去，还能够辗转增盛。这个原理就像捐血的这个循环一样，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救的岂止是一命，救的也可能是自己的健康，因为你的新陈代谢，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管你捐出的一袋250cc、500cc，都是让我们促进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容易中风三高。定时的，如果我们自己健康状况允许，那么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在捐完血之后，感觉无事一身轻，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更重要的，就像华人所讲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你看看捐血有这么多的利益好处，让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了愉悦的感受，轻松的回馈。这个就是在对自己谦。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工作所得，一个月或一年，你能够有抽出1/10来做布施，不管是供养三宝，或是道场，
或者帮助弱势团体，乃至于国家的这些重大的灾情当中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是因为人在做天在看，做是我们的本分事，做了之后因为量变产生质变，老天观察你不是做表面的，你对于别人的苦难都能够随缘随喜适时的伸出援手，所以老天给你的也许多更多，这也就是符合刚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因此这个悭贪的功课我们也能够从 当中穿越。再来是惭，惭就是谄媚的意思，逢迎巴结，对这些上流社会鞠躬必息，就希望能够攀附权贵，讲一些极其谄媚的话，希望获得别人的欢喜，继而得到该得的利益。其实说穿的还是我们内心的贪嘛，不足，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去笼络权贵，说的不好听就是当一个哈巴狗去讨好。那么在这个禅的当中，再来就是娇，娇气，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高学历也是一种傲慢啊。这个《华华经》提到的真上慢人，那你在你的内心里面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习气的展现？因为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不管是教育背景、身份、体重、外表各方面，你都觉得出类拔萃。那你贪的是别人对你的赞叹恭维，你心中的傲慢不自觉的日益壮大。所以我们对这个骄之外，另外要留意就是调举。调举跟另外一个佛学的名相昏沉，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昏沉就是暗昧相，临近已打瞌睡，不能保持正念觉知，而调举只是心的高昂飞扬的意思状态。所以有些人嚣张跋扈不可一世，觉得自己了不起，只有自己能办到，所以对某一些人他都是睥睨一切，瞧不起别人。那我们来看《华华经》的常不轻菩萨，汝等皆当作佛，我不敢轻视汝等，哪怕这些不友善的群众用刀杖瓦石丢他，他还是一边逃一边这个赞叹，汝等皆当成佛，我不敢轻视汝等。那么我们从刚刚这个调举傲慢的现象来看华经的禅不轻菩萨，这样的对人的尊敬平等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来看这个世间各行各业，英雄不怕出身低啊，
我几次在拜梁皇宝忏，我都有一种很深很震撼的感动，也就是当梁皇宝忏在劝时的时候带众生忏悔啊，来包括最低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清洁人员啊、保安啊、警卫，都带他们忏悔，为他们功德回向。我想佛法说的众生皆平等，缘分有远近，也就是说众生能够成佛的可能性可能因在起点上是平等的，只是缘分有远的有近的。好比佛陀当时为什么要度五比丘，当然现世是因为这五比丘是他的父亲净饭王派遣他们暗地来保护还没有成佛之前的悉达多太子的。其次是这个五比丘过去生就跟佛陀有因缘，因为佛陀的前世有一世是做国王，那么这个国王呢施行仁政保护他的百姓，但是若干年后因为天灾地变啊，收成不佳，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闹饥荒，没得啊这个米吃。这个国王呢他就自省啊，惭愧，我没有福德来保护我的国家百姓，倘若我还有一点点的余韵福报，在今夜我往生之后投胎做一个大缸鱼，我欲把我的身体的鱼肉呢就布施给有缘的众生。果然当天晚上这个国王就舍报，并且投身在这大海当中成为一条大缸鱼。由于他的体积庞大，一转身鱼尾拍打上岸啊，让很多的住户这个家园情匪啊，所以当时就有五个猎户渔夫用他们的专业把这个大缸鱼捕获了。当时这个大缸鱼忍着身上的疼痛内心发愿感谢这五个猎人完成了我的志向，希望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佛了，我一定来度这五个成就我菩萨道的恩人。那么这五个人就是后来佛陀注视伴随他从悉达多太子的身份到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的五比丘。所以前因后缘，我们刚刚提到的众生皆平等，缘分有远近，佛陀也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度尽众生，而是过去生这个五比丘对他的这个缘分来讲是最近的。那么回到我们刚刚在谈的有关于贪啊，我们介绍的爱、染、求、着、牵、缠、交、调取，那这几个贪的流类，借着印顺导师的引领介绍，我们知道原来贪的
根本烦恼固然很扎实，但是他所展现每一个众生的样貌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贪之外，我们也要来介绍嗔。嗔又有哪些状态可以罗列呢？嗔、愤恨不平，愤就是处在一个生气的状态。比方说有些人在马路上被人不小心绊倒了，愤恨不平，拿起拳头就要去揍对方。无心思过，了解状态之后，愿意接受对方的道歉赔偿。我们讲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有些人的嗔恨心很强，个性很拗，不愿意接受对方的道歉。所以现世的梁子就结上了。那我们来看社会的这些黑道分子带着手下的喽啰一帮兄弟跟仇家对干，开枪火拼，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障碍我们的东西很多，但是这个嗔恨呢、愤啊，这是无明的状态。所以面对这个现象，我们要常常的忏悔，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因为我们在普门品里面不是听说，若有嗔恨，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便可离嗔；若多于此，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便能离痴。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刚好给我们最好的对治。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见贤思齐呀。如果你的身边都是一些有修养、好个性、善良的人，你在这样的周围的熏陶之下，我们也会慢慢的来降服我们的嗔心。同样的，物以类聚，你自己个性脾气都不好了，你经常还是找跟你一样的火爆浪子，不懂得劝诫你，这叫做火上加油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里提到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都是善人，没有嗔恨的人，只愿佛法做慈航。所以你自己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嗔恨带给我们的过患，百万障门开，焚烧我们的功德林。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经常生气起无明火的人，智商不到五岁，而经常生气心地不柔和的人，他容易衰老，面目狰狞，血脉膨胀，甚至容易
短命，因为气急败坏，气急攻心。从医学的角度跟心理学做结合，医疗团队去追踪，家里面如果经常有心脏病，当然一方面有可能是基因遗传，有可能是饮食结构，再来就是你这个人做事情很容易生气、急躁、不耐烦，这都是形成短命的原因。所以刚刚讲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是有它道理的。故在这个地方啊，建议大家在立夏之后啊，就是夏天以后呢，我们的肝火容易旺盛，睡眠不足，晨昏颠倒，在饮食方面有没有吃一些比较自然的啊这个食物，就容易啊生气引爆我们这个愤生气啊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嗔恨心啊。那透过刚刚的介绍当中，我们明白在三毒当中，这个嗔啊也是在梁皇宝忏里面提到的。我们这一生当中之所以容易生气，都是来自于畜生道啊嗔恨心重，来自于蟒蛇啊、蜈蚣、岩友，因为这些动物啊它的防卫心极强，只要你不小心触犯了它的领域，它就要蛰你、咬你。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梁武帝的痴事，过去因为毁谤三宝，嫉妒嫔妃宫女，我也是因为堕落了蟒蛇身，接着晚上啊，做梦的视线呢，请梁武帝啊可以行行好，帮帮忙，而有后来我们所讲的梁皇宝忏十卷的缘起嘛。抚今追昔啊，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下一期我们继续为大家深入探讨。阿弥陀佛。